很多的人对生命的价值啊不清楚，所以呢常常觉得很无奈，常常觉得很彷徨，常常觉得未来是非常的虚幻，那过去好像有很多的失落，再就是呢因为自己不知道人的价值是什么。所有的外在环境都是我们自己内心状态的显现。佛教的智慧告诉我们，人的心能够改变我们的环境。一种是随着自己心中所想而去成事，另外一种则是保持内心中的安定和平。心境平静安定之后，所体验到的是不一样的世界。这一个由内而外，将心时时保持在净化的过程，正是法鼓山提倡心灵环保的意义。远在2500多年前，释迦牟尼佛就曾说过，一切众生都跟如来一样，拥有获得快乐幸福的力量，那就是慈悲与智慧。只因为我们的心被重重烦恼所束缚而无法显现。法鼓山成立的意义就是回归佛陀本怀，以心灵环保为核心，帮助大众开发自己内在的宝山，得到平安、健康、快乐、幸福。我们这个时代正面临来自于科技、经济、社会以及家庭的巨大变化，习以为常的观念及做法若无法跟着调整，必然造成身心巨大的痛苦。而如何化解心中的压力及负面的情绪，已是生活中必须时时面对的课题。很多人在职场上其实压力、工作量、都是蛮大的，有一些人、突然、工作过劳的这些问题，那其实可以看到说这个禅法
让大家学习放松身心，这个方法其实是大家都会蛮愿意接受的。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开始思考举办一些专业的禅修营，怎么样让大家更轻松更放松的来面对自己的工作还有服务的对象，产生我们生命的一个热情。为了普及佛法对社会人心及风气习俗的净化功能，法鼓山透过现代化的佛法修持方式以及多元的文化活动，如禅修、法会、网络共修、讲座、营队、各式课程、文化出版等，让佛法无远佛界的普化人间。数十年来持续不断地担任启蒙大众心灵的舵手，就是以心灵环保组织为依归所推动的大普化教育。面对无常的天灾巨变，能够主动关心他人的苦难，正是心灵富足的表现。从出生到临终，从国内到海外，推动各类慈善救助，这份入世化世、关怀无国界的愿心，即是法鼓山的大关怀教育。创办人圣严师父对于慈善基金会曾经指示，是以精神为主、物质为辅的救急救难的一种救济。因为人类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心灵层面的问题，心灵的贫穷才是真正的贫穷。那我们透过心灵环保为核心，然后搭配另外的离环保、自然环保、生活环保，再运用心五四、心六轮等等的方法一起来做社会福利与慈善救济的工作。除了大普化、大关怀教育，涵养慈悲智慧的学习殿堂，以研究、教学、弘法、服务为标的，培养更多契合社会和世界所需要的人才，发挥正面影响力，乃是法鼓山大学院教育的理念所在。圣严法师以大学院教育为基础所创建的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，包括中华佛学研究所、法鼓山僧伽大学以及法鼓文理学院，以心灵环保为核心价值，博雅教育为办学方针，彰显佛法与世学兼备的教育特色。法鼓文理学院它的英文名称称为 Dhamma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。 主要我们发展小而美的一个学院呢，它是以研究生为主的一个学校。那 Liberal Arts 有时候被翻译成文理学院教育或者博雅教育。那我们对博雅教育的诠释是希望学生能够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，那才能够博学多闻。另外一方面，雅，我们是希望学生能够学习雅健生活，养成身心健康的习惯。在这个基础上面，我们在开展不同的专业。法鼓山透过大普化、大关怀、大学院三大教育，提供社会一个融合了教育、修行与救济三者相辅相成的平台，来开发每个人的心灵力量，从安顿个人的身心开始，达到社会的净化。这正是法鼓山提升人的品质、建设人间净土理念的实践。
圣严法师以汉传禅佛教为立足点，开创中华禅法鼓宗，使得法鼓山成为现代化的汉传禅佛教根据地。此外，法鼓山园区亦结合了观音信仰与修行方法，以观音道场之显著特色，接引大众亲近佛法。我觉得观音法门跟禅宗的禅法，其实它是同样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从山上的祈愿观音殿的三个匾额，可以来看到观音道场的一个内涵跟精神。第一个是入流王所，第二个是大悲心起，第三个是观世自在。这三个匾额充分地表达了观音道场的精神。那入流王所呢，表达的是观音菩萨他用耳根圆通法门修行而达到入流王所，而在达到开悟的一个境界的时候，一定要发起大悲愿心，所以大悲心起，而最后能够闻声救苦而观世自在。观音菩萨慈悲关照众生的苦难，并以千百亿万化身寻声救苦，自在无碍。法鼓山名为观音道场，便是效法观音菩萨慈悲化世的精神，其使众生得到安心安定的力量，进而学习观音菩萨的慈悲与智慧，为自己的生命开展出更宽广更远大的前景。法鼓山从开山开始就是观世音菩萨道场，特别是在2005年法鼓山落成开山，圣严师父所提出的大悲心起就是代表法鼓山的整体精神。我们可以将练习凡事以他人成就他人为优先，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其次，这就是在体验大悲心起。大悲心起涵容了法鼓山理念核心主轴，信任环保，重新出发，重新去实践。就像圣严师父晚年虽然生重病，依然为众生忙得快乐累得欢喜，也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信任环保和自信净土。数十年来，圣严法师带领僧俗弟子持续在东西方奔波弘化，从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到东西方各地道场共修处，法鼓山致力推广心灵环保，其能为我们的世界播下和平的种子，共同来提升人的品质，建设人间净土。一段一段的这个生命过程啊，都是把握着自己现在的所拥有的资源来成长自己，让自己啊更快乐更健康，然后呢帮助他人。其实帮助他人也是成长自己，在帮助他人之间时候啊，水涨船高，自己一定是成长得更快的。这个是啊，就是人生的价值。